这些动物真实的叫声你听过吗？千万别被网上那些恶搞的声音给误导了。众所周知，藏狐的长相与世无争，只要你听过它的怒吼声，才知道它有多猛。这是你以为土拨鼠的叫声，但这才是它真实的叫声。考拉也叫树袋熊，总是呆萌的样子，声音一定是软绵绵的吧？让我们来听听。猎豹作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，追赶猎物时凶狠霸气，但它的声音绝对让你大吃一惊。一直以为羊都是这样叫的，但着急上火的羊却是这样叫的。我们印象中的狮子都是凶恶的存在，然而美洲狮在遇到令它惊奇的事物时会发出奇妙的叫声。狠一个，来给他们狠一个，来呲牙呲个牙给他们吓死他们。海鸥可以说是海边最调皮的一种鸟类，它们经常会从游客嘴边夺取食物，在得到战利果实后，海鸥还会发出胜利的狂笑。雪豹被称为雪山之王，表面霸气酷帅，但其实它的叫声是这样的。来给他们凶一个。在我们印象中，白头海雕霸气威猛，是美国国鸟，经常出现在电影里。电影里它的叫声是这样的。实际上这是声优宏伟狂配的，它真实声音其实是这样的。别看食火鸟长相怪异，它们的叫声绝对能让你耳目一新。鳄鱼在我们印象中绝对是凶恶的代表，但鳄鱼幼崽的叫声竟然是这样的。